满身区块具有超深、超高温、超高压、高寒流三超一高特点。钻至目的层，满身805井要穿越11套地层系。我们针对不同的地层特点，每日做好风险研判，提前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针对性预防，做好临机预警工作，实现了复杂故障的有效遏制。东阳。